小勇地，有一个地方是从这个国民党撤销台湾来，拨给这个当时的一些农民的使用啊，他们没有所有权，没有所有土地所有权，他们使用，但他们使用十几年了，那现在是我们要把它收回去，然后说你这个不是你的啊，因为没有所有权，啊，那他们现在抗议，那抗争，你抗争，然后这个提出一个问题啊，即使那个土地不是你的，你有所有权，但是你用了十几年，难道你这个居住权就像一瞬间就剥夺掉吗？啊，你有政府有没有补偿说声配套说的问题啊？这些一连串相关的都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规范啊，然后。政府好像躲在这个台大后院，台大就是好像说，然后就学生就抗议，很多学生都跑去抗议的哈。这些大部分年轻人，啊，都年轻人在支持，还包括一个艺术家，这个艺大的，还做了一个行动艺术啊，把那个台湾大学上面那个词是把它改成台湾帝国大学，就是日据时代的帝国大学啊。啊，那么这个文字的叙述啊、描述啊，以及这些细节啊。各位也可以上网去找一下，这个事件本身，绍兴青春台大啊，这个问题，违建不等于居住权的否认啊，里面有些细致的讨论。那这些农民啊，他们是弱势中的弱势啊，那就这样子，面临更多的一些压迫啊。啊，这里面有一个在新旧主义体制下，国土变成商品，国家抢舍弃国民，大学以炒作利益为宗旨，是他们当时的一个控诉啊，所以仁爱路啊，每年60万啊，公告地价，按提出要挟居民赔偿不当得利等，这些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里面呢，事实上是一个流动的，不断被产生出来的，不是，所以说我们有可能会变成。啊，这是一个陷入强权历史实践的猪，是为了终结这个体制，这个治愈这个体制所纠缠，等着他的计时终犯走向某个预设的终结，或是反而等着，或在等待中的同时去抵抗这个终结啊。那这也是预想着一个回归国家的怀抱，回归国家，回归到哪里去啊？回归到中华民国，或是回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啊？或是反而要去重整这个国家，因为它是个问题国家，国家是个难题啊，或是国家做一个治理的一种机制本身啊，它的问题，它有个重重问题啊，去创建国家，甚至呢，反而这些都不去做，不去创建国家，不去抵抗国家这个概念本身，变成无政府主义者啊，乃至于是拒绝臣服于任何国家，让自己成为一个。不是非国的人民，一种后国的治理 ，post nation 啊。那这个说法是，刻意要去呼吁一下这个孔明馆策划这个后民国那个概念。那后民国就我比较喜欢用后国啊 ，post nation 啊，因为他还想到民国那样子啊。那这个说法事实上提出了很多种选择案。第一个，你回到中国啊，回归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在跟台湾人民，发了五次的告台湾人民同胞书，就是发了五次啊，从1940年代一直到今天啊，21次还800次，最后一次是将是那个胡锦涛啊，所以再告我啊，再告诉我说你要回来啊，那第二个是你要不要去建国，努力要不要努力建国，第三个是说我不建国，我也不回到中国啊，我就要离开国家。你看到这句话说，我不要让那个国家变成我的国家，那这当然自己乌托邦。那这个乌托邦意思是说，难道国家体制外，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体制啊？这个是需要你想象去实验。这个想象的实验就是我大你刚才提到的那本书叫做《千重海》啊，那本书里面的那个段落里面呢，在讨论的。好，所以渔民是不断的移动在喂鱼的。那在当代艺术里，若说美学是对生命政治，也就是我们的生命是被政治化，被生命所，我们的生命呢的生活的一生的流程都被政治这个机制这个运作呢所治理。如果美学是对这样一种治理的表态，但我们便不能不去面对法学的法
法权的一种力量。就好像我们活在一个国家主权不明的我们，对此刻会不会将来都必须究明的一个事理啊？那么这是一个存在的状态，也是依法而活的自己状态，就像 state 的双关语一样，它这个状态也是一个政体啊，一个法理的存在。啊，那再来说台湾的国家主权啊，不明是跟这个两岸的这个党国啊、内战、逃亡的肆虐脱不了干关系啊，还是恐怖的人权啊，包括民主、人民的主权的压迫啦、等等等，那这些问题到这里。对那个中国更是如此啊，包括艾薇的事件啊，包括他们无权人士的问题啊，还包括这些莫言的问题啊，还有刘晓波的问题啊，啊这些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的发言啊，那都是各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是云林状态的构成，但我们不应该把它本质化凝固成一个同质性的族群，也就是说云林不是哪一个人才算真正才是云林啊，这里面有农民，有原住民。也有汉人，也有些弱势的人，等等等等，包括任何人都有可能，包括学生，也有可能在一瞬间就变成这个被压迫的少数人啊，剩余的人，这一点啊，这样子啊，强力的给予象征化，给强力的给予象征化，也就是我们不是要去把这个语法变成一个象征啊，它不是一个象征，它是一种痕迹啊，不是要本质教育化，所以我们是语言，所以我们这样讲。那这个就是和一个少数的关系了啊。我的少数那个少数文学嘛，他提到的是那个康卡的这个小说哈，进行了一个分析。那这里有些问题把它省略啊。那也就是说，它不是指数量上少，这个少数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也是中文字或是英法文字的一个难题，就是这个词很难去描述，去描述德勒兹所说的那个少是什么。但是可以用中文的变成一个蛮有趣的交流，这个少字呢，不是用名词来做解释，用动词，少掉什么的少，啊，少掉什么的少，所以少数变少数了，少数，你少数了，你少数我，你少数了他们，啊，那他们可能很多人，啊，你可能是一些精英分子了，他们在思考一个问题，结果他们少数了哪些，那些是比他们少多的，所以少数。或少数文学、少数这个概念是那些要用动词方式去谈的，这是德勒兹强调的啊的一个词。他说这不是量的问题，这是值的问题啊。好，所以少数变成少数，用中文字也是把它是非常有意思的，是用动词来做解，是少数什么的算数啊，是流离的，不断流动，因不断被排除而产生的数。被排除不一定少，不一定少数，啊，他们是多数，也是被排除掉。比如说一个独裁者，好，换句话说，所以在独裁者之下的这些人，事实上是被排除的余民。换句话说，余民呢是被排除出去的人民，是无法或不被纳入一个被预设成整体的人民，啊，他们活在一个法的例外状态之下，在此当中例外成了一种法的状态，啊，你是例外的。规定你是例外啊，像是被要求，而且你例外，你就保持在不要动，你就是这样子啊。啊，台湾就不要乱动啊，不要宣布独立，也不要宣布统一啊。这个美国会有意见的啊，那中国也那宣布独立，中国会有意见的啊。啊，像是被要求保持冻结在这个例外国度、例外 state 啊或例外的状态之中，再者流离的不仅是人，而且也有因他而起的。破釜的失所，也就是不断归隐的失去它的所在啊，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建议大家可以读一下一本，这参考这本书，就是德勒兹的中文没有翻译，有英文的啊，卡夫卡《少数文学》啊，《少数文学》。那这个例子，我会从徐家汇的创作里面可以看到啊，他的录像叙事啊，而且他所记的是在马祖这个岛。好像三个岛是不是？好像还有一个小岛啊，这个录像啊，那这个录像我想大家都应该看过，我想可能就不用去在逐字念下来啊。好啊，我想这个是可以很快的方式这样然后流过去。那这里有一个分析，就是绿幕啊，因为它是用它是在现它在岛上拍，但是它那个岛不见的，那个庙不见，它后面用一个绿幕啊，然后到时候可以做一些合成，我像上面拍一样的东西也是用。有个绿幕嘛，哈，你在这里的那商业中可以看得到啊，好，大概可以合成背景啊，所以绿幕呢，合成背景的布景设施构成影像的一个布置部署，道出了说出了主权不断遭到
跟的在地症状啊，是安置台湾啊，这边有一个台湾的一个一种暗示。现场始终是遮蔽过往的屏幕，现场始终是遮蔽过往的屏幕，你是把过去东西把它盖掉、抹去掉，不存在。要看，要回头看啊，是对不在场的一个搭景的演出啊，这是强者强权啊，强者对在地历史的一种残断，嫁接的是去脉络化的遗物啊，你说中正纪念堂。一个在地性究竟沦为一个道具啊，因为它是去脉络化的，上演的 MP 的理想政治啊，那就神来见证他了，就是要有请神啊，那大家也知道他真的去往回啊，请了神说，我可以这么做一件作品啊，他说这里面有多不懂，他拒绝了好多次啊，他后来有一个方案出来啊，大家会有去看一下那个。好像现在有书吧，好像有一个访谈啊，蛮有趣的一个细节，我们在展览里面看不到的啊。啊，所以神呢是被艺术家请过来见证这场演出的，这是这样子啊。因为这是黑甲在允许的啊的方式，就是你在拉个绿幕啊，然后请那个老者来唱一段，拍一拍，然后你自己合成啊，你不能够在现场重现，也不能在现场做任何的一个建筑设施。这是神是神规定的，不是他自己用艺术的眼光去看的。啊，这是个状态。啊，这就是神允许的哈，大家要很清楚，要知道这个细节。这也是后来古文献才知道。好，那另外是叶伟斌的勾践进城啊，当然是反攻大陆的，反攻大陆篇啊，这样的一个对我们今天这时代人都已经遗忘了，是重要的故事了。那件作品是在那个市里市场，那件作品啊，勾践复国啊，这个概念，我想这个这个过程我们大家很清楚，所以我想这样子可以略过去，按重点谈一下。好，这个应该我们可以看，可以了解，我再把它略过去，这是一个画面。那这个勾践这个进城呢，就进台北城啊，他就到处在某个地方就会把它放上去，然后就有一些活动啊。或是一些演出啊，那这是其中一景，不是我们景啊，当然不是我们景，我们在这边都看到。那在那个事情之上，啊，那这曾经是在这个左营军营里面的一张画，啊，是任宣传啊，是一个当时的所谓这是党国时期，那今天是党国时期，是后党国时期，后党国时期，后党国时期是什么呢？党国时期还在吗？变种啊，那所以这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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